嘿哦，花卉节都办伫马景观音亭的海边，会当讲是嘿哦上受欢迎的旅游景点。也毋过今年毋知敢会当办。办理冬季旅游推广澎湖花火节、澎湖秋冬旅游推广等年度项目观光活动5000万元，议会三减数3000万元。花卉节的预算5000万，后期会抬到剩2000万。在两天前，平湖关旅游处才在面册写讲，五月的花卉节要跟日本的漫画《航海王》来联名合作，阁有《航海王》无人机，活动有27场，逐场拢无人机甲烟火秀，2000万要哪有够？这条旅游处的预算，它就是写秋冬，造成许多议员的误解为灯光节的预算，因为灯光节。所有议员都认为说，成效不彰，那希望旅游处有更好的方案，所以才做这次的删减。结果没想到这条预算是花火节的预算。原来是预算太唔对起，讲花火节是办伫春天热天，灯光节伫秋天寒天。因是讲旅游处的预算写不清楚，害因去抬着花火节的预算，即马要赶紧开临时会，预算要甲补回来。不会再召开临时会，应该过完年后了，过年前来不及了。那是花卉节的预算写不清楚，机关单海山搁找到总预算当中批唔到部分有170多笔，叫管户都要停收，管户讲无爱。编列错误啊，就承认错误就好啊。那为什么一个错这么难写啦？信众也会跟一位家人沟通。六月议会是照国际三度抬2亿5000万起，平湖年度总预算118亿，这摆抬起数字，原来是平湖自治史上最高的纪录。民视新闻平湖报道。